到禁区内，跟上去一点，这球肯定要进了。第三个球来了，上海上港扳回一球，五球王吴磊这一次禁区之内的抢点，快发人一球！哦，这次给的角度很好，吴磊又来了！啊，别了！五球王梅开二度！哎呦，五球王这个球是球王级别的，真的是这个球难度太大了。这是一次精致版的张哈维那个进球。对。稍微一走神，哇，这边就又来了，这球打得漂亮！吴磊，右边来了，左边也要打门，帽子戏法了，帽子戏法，仅仅通过28分钟。这是一次二打一，深海上港的机会又来了，浩克调整一下自己来，再传吴磊面对门将，大四喜了，四球啊，大四喜了，5-2，上海上港这场比赛进了5个球啊！天哪！